谢谢那个，非常谢谢叶庭轩同学的一个报告啊。那那个接着呢，我们因为今天哈、哦、时间的关系，我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啊、哦。那个今天要我们要提早大概五分钟左右啊、哦，那更多一点也没关系了啊、哦。那总之就是我们要提早结束，因为要到楼上去，大家要进行这个闭幕式的典礼啊、哦。啊，所以我今天就必须要掌控一些时间哦，所以本来过去主持人应该是在发表者发表完之后，应该稍微简短的讲一下他论文的一些重点哦。那但是今天可能我就把这些时间省略，因为待会还会保留一些时间给我们底下的这一我们的来宾哈、哦，还有我们的同学来跟三位发表人提问哦，所以我想我就缩减我自己的时间。哦、那我想接着第三篇论文是我们苏美如同学他所发表啊，珍贵海心中的原乡客家啊、哦，我们请苏同学，谢谢。那个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苏美如。然后我今天就是，其实今天这一场算是我第一场就是发表，那我也非常感谢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是在刚刚听老师讲说，就是这三篇论文非常的精彩，我其实就是觉得田老师太看得起我，谢谢。其实就是我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其实我自认为这次的文学成分比较少，因为我不是客家人。那我在因缘际会下，就是接到了就是邀约。那因为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会想要重新的，就是去了解客家族群。于是我在寻找灵感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在看珍贵海的诗的时候，就会在想，就是他写这样的文学跟他的心境，是不是会？就是他这样的心境是不会来自于就是他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或者是千几代就是历史，然后说慢慢传承下来，就是在他心中就是会有就是属于他自己就是无意间被传承下来。简单来讲，就是我其实很想要就是证明，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以及他的文学是会被外在环境影响的。然后我必须说的是，其实这篇论文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曾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起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他说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场面非常的温馨，然后有的时候场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就是严正非常严格就是的。然后甚至会有学者问你说，你觉得这篇论文对于学术界来讲有什么贡献？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就在想，对啊，万一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台下问我说，你这篇论文对于学术界有什么贡献，我觉得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这篇论文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至少我可以就是尽量用多方的角度去看事情，即使就是它没有那么完美，可是我至少就是觉得我有试着去了解。那首先一开始我先从历史开始讲起，那就是。我用历史的角度去剖析客家族群的那个迁移过程，其实就是最后会发现他们一直就是很努力的在去为他们的族群谋取生存的空间，就是不断的就是去拼，然后就是也不断的受到命运与历史就是命运的摧残，然后让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流徙。
对，然后就是其中就是他们这样子就一直留到台湾来，但是到台湾来以后，他们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好过，因为他们必须还要遇到更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另外一个族群在瓜分他们的生存机会。然后我也有稍微用一点地理的角度，就去解释、去诠释客家人他们本身的那种艰苦的那种环境。至于到第三小部分的时候，我试着用历史观这个方面呢、啊，去探讨客家本身就是在时间的运来下所产生那种对于环境的不安，因为对于环境的不安感才会是人上进的那种就是人愿意上进的那种动力。如果你一直就是处于一种安然的环境，性格上会比较平缓，可是相对就是冲劲没有那么的高。那我对于就是大家对于客家人的个性就是有做了一点就是叹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因为就是我不是客家人，所以就是我了解的或许很片面。那等一下就是提问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指正我，对。那之中我就开始在讲，就是郑桂海几首诗里面，就是客家诗里面，就是所展现的他在就是对于客家除了对于客家的情感以外，然后其实就是也有发现到，就是其实郑桂海他就是也会有就是。想要好，就是珍惜客家这个族群的文化的时候，就是情怀。那就是其实他对于他自己的族群本身就是有就是会有尴尬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可以，就是他本身就是一次有好几个族群在，就是在他的协议里面。那他其实也会有迷惘的时候，可是当他就是觉得说，其实这些都可以就是共存，所以他才豁然开朗。那他对他心中的故乡也是非常的，就是希望他不要改变。基本上他也是不愿意，就是会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去变迁。那就是在。然后他对于郑桂海，他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自然环境写作的那种诗人。他其实对于那种就是环境的破坏，就是感到非常的愤恨不平。然后他希望他也用透过他的方式去捍卫，就是自然的那个自然不要被破坏的那种心情。那。我之所以最后会再提到，就是比较跳痛的地方，这个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处理很好，就是我有稍微写了一首客家妇女，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很想就是珍惜，而且他也会因为就是他也是因为就是被这样的客家妇女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开启了他。有想要珍惜，然后保存，然后甚至去试着用书写的方式去书写客家，就是用客家妇女来当他的诗的那种题材。其实我最终的结论是，客家的族群他们本身就是，其实我潜藏的那种，就是研究到最后面，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本身就是生存环境就比别人的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就过像别人一样安逸，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也会非常拼，就是也会愿意非常的去，就是就算艰苦过日子也不要紧，就是希望能够找寻他生存的一点希望。
所以这是我最后写就是读文献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那我必须承认是我这次的我举证没有说很充足，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举证这方面还要有待加强。我之所以没有在就是特别做 PPT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还没有到就是足以就是堪称发表 的那种资格。我希望在场的每个人都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然后互相那个分享，然后就是给我一点意见，或许将来我还会再继续就是接收这样的议题，然后就是继续做这个研究下去。我希望由你们的提问中去找到我对于论文的不足，然后让就是我这篇论文之后还会再修改，因为我可能就是之后要呈报给学校说我有就是有参加发表会，那我希望可以修得更好，然后更能够完善。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以后再去接触客家的时候，我可以变得就是更加从容，不会就是像这次一样就是举证太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缺点很多这样。那我的发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听完三位发表者的这个论文分享之后，我觉得三位发表者里面最聪明的就是我们美玲同学，他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自我批判他自己的论文，这个实在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通常是同情弱者，所以这样大概待会在座各位在对他提问的时候应该就会比较手下留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待会应该要给那个美如同学一些温暖给我们的学姐一些温暖他其实要求自己要求得太高了，他可能是处女座要求完美其实以一个硕士生的一个程度来说写这样已经算真的很好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好。